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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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乔治。我的视频一割就割了整整八个月，你们有没有想我呢？噗！在即将过去的2019年里面，我一共只发了8.5个视频。为什么是8.5个视频呢？因为除了8个正常视频之外，还有一个是从华为视频里面单独抠出来的音乐视频。在这里呢，要跟一直支持我、等待我出视频的小伙伴们说一声抱歉，由于我不积极出视频，让你们久等了。还好，还好，我现在终于放假了，不是学校上的放假，是工作上的放假。接下来我会有更多的时间拍摄和制作视频，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通过视频的方式相处，让你们看看，看看我这八个月的变化。看到这里 ，YouTube 的你还不赶快点击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我在2020年发布的视频了。今天是9102年的最后一天，12月31日，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能使用9102年这个梗了，不然明年怎么会玩？我想想，0202年，我不大可能会去说，都已经0202年了，为什么这个设备它还不是 USB Type C 的接口？我现在准备回家去洗漱洗漱，因为今天早些时候35度，悉尼35度，非常热，我出了一身的汗，然后我准备洗个澡，然后吃个饭，然后和朋友们一起去看一年一度的悉尼新年烟火表演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0202年再见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冲啊！